Safety data shows that BNT may cause rare cases of myocarditis and pericarditis. This mainly happens within 14 days of vaccination, and usually after the second dose. Cases are more common in young males. As a reminder, in the 28 days afterward, watch for the following. 1. Chest pain or chest tightness. 2. Palpitations, such as fast or irregular beats. 3. Shortness of breath. 4. Poor exercise endurance, such as breathlessness when walking or weakness climbing stairs. 5. Dizziness and fainting. If these symptoms appear, seek care right away and tell the doctor. Length of symptoms. What vaccine you received and when.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我的东西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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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不是解不忘之区不是解不忘啦，那就是解不忘之区两面都是一样啊，往地上两面都不在，那个解不忘面对象啦，个人心别管的这种的，不送到烟我就在多少啊。大点的你们送去的你们你们的呀别别那么累给送了呀但我就的累学习大的累呀你这边的去前年前面那个累呀去年不比去的年比去切不比去的切比去大那心给年不比的切不比推梦给去的切比去大第一的切不切不的去前年前给你给你切不切不的给什么一门等下同吗去年别去写个来啊他不去特别偏远上个位置。肯定是上过的是那个是他也就是迷路就不去套不呢他其他的对个麻将板去往麻将板去开发的旁边的这些推什么其他成本的디가르친거를해서디디퇴성지하중반디라메천주두발라다라메천주두발라가수를다지퇴순매냐바로대리지기대화다좋아깨불채거왜이말해촘기나네촘사야지안주까담흉주기나네계속대배흉을쓴거야래送给男人直接理解了特别全能写不了就特别低龄到了就是此刚堂不特别全能写不了就是啊这个鸡蛋给特别写不了的呢狼多几年能写不了就会印象这个即日特别偏远的不应该但是呢提起了此刚特别低特别低龄到了就是特别特别一般特别娘娘到了就是啥的但是高校的主校给朋友定过了但主校的学位呢那个是女的给朋友定过了可是什么女的电脑的特殊的学位的电脑可是女的电脑的나바추름예라바조르등의미뉴산텔표승세발되네나바추름예라바게되네너디되네기나바띵인지예라바조르등의미뉴산에되네텔표승세발되네띵인지규를겨버쳐다되네원배되네기나바시르기라바조르등의미뉴산에텔표승세발되네나바시르기라바규를겨버치기하죠다가서는시험이나레기뉴몽바다뉴몽부가르쳐군이뉴몽바다저는계획군이뉴몽바다서와나되게되공가버치야저는다는신기상계기깨럽나놀리야탄비추치지리된도야랑그우단야라라서와진바당와야섬기미예와야와야되는유산에대경퇴바치아디추치지퇴바야다이자와친부이무지다아니배미친부이무지충고야와야다대기다되는이바들야추에추에나와래야되는배구바치림주체가왜이말해서태안깨럽나네랍도마외태안은뒤에빼네랍도기에서이래치지않아서드린주산에
去你是起居啥呢去刺激一面呢引住进马的面面呢听得起大地欠着的上听得起告诉我去引住进马的面面呢天涯欠着的上听得起等你告诉我他胜利啊周啊党你们欠不见来了的那么一个王都马当了欠不的信心一关电影年过一不了那电信都却欠不过了三个人成熟三不你知道吧电影在那告诉我在那亏别亏不存在了呀吃顿吃顿不定都那告诉我修亚达在那的那这告诉我恰恰亚达当然是免得了所谓缺乏比吧但第一点从我告诉我这做的确以缺乏缺乏当然后这年纪确定了可不这么有的年内也拉给送别高档他那些女人拿了了呀吃点切动米切心送下来吃点点人汤心不当而呢让个出卡来拉吧拖不定这米切送下来以内啊他看啥看是给这老子穷啊然后这听吧父母这缺钱吧不听这个他缺钱吧不就对于呢他的这人拿钱不当吃土不当听这个定度对呢我去把他切敲一把他的刚才说呢我缺一千万的我做的缺一千万的刚才说呢卡萨迪新剧突剧的也为给确定了卡萨迪你卡车也没有影响那的卡说确定的千万的别切都卡萨迪了呀就是托不及那马上上说了就都下地了但是但是呢松巴的确年别去我了呀但是改革那个改革松巴春天旅行处电视送不能信给唐伯今高天六一军送不定运送呢得到唐这张告诉你得到军一直面马贵把戏恰过一那这样多呢里边热的女人一了送去姐姐养的养都多么不及那呢中地要的这个那个捐送去年被搞了那个捐送不给我也不得不得他这样他们离不下的离不下的没法不送错吧就说出来他应急给了龙金的不起没法不送错吧他那些团队你也要是两张听这句约别托呢那全年过日子他这个他的是那靠不不得给捐不过来他去年别隔离啊等于没到张不没到吧靠的是玉米吧这多也难得吧这个那他说古兰给女子谁的我能是过来是他拿了几看了是预计然后通预计这呢这么容易上班的听这几个共同修炸有点你这个破坏设定的东西你就过来日热的女子的确认的那么几个是那张图帮浪给吸了的马这位过来年过来他这个你怎么的为捐帮的要来
他们的一来松西松啊的，一来松西啥的个？那他可是拉面松，那来什么玩玩些那啥的，去去去买吧，麦当劳。那的那个过年，那小弟特别愿帮我有嘞。前上本来女性都是去，可不能下手一米呢。天南老了也好，还是他是，这出了说吧，人家开始录一米呢，听不几个，哪能重要嘛呢？啊，大家耐心给，去前年，前年个太爽，提个那，还是的，场所，台北一米呢，那我也养不起，买也不起。甚至，告诉人，一直是定的，马年不一呢。七军，看啊，落了，那都要嘛嘞，落了也要嘛嘞。今年就啥呢？大弟，那么的去军门吧，你不被军营被就啥呢？天这大，你看不得我，他等这个军这样帮过也不得，他养个心。네네샵되어서주산에배는품벌을지기에고랑기꿉대뇌대발로죽고이공이어야되발로든지미나디날로래야되네에그러래지출러서봐지금지금루베이네야티고찌기야롱주기미중와어참말로자네에치튼조가래다가난신기绿缺的都带不赢，带呢，或者唐伯养不起的，也养不赢呀。什么啦？没送不？且，看说他的，一了，马几不钱呢？马几不呢？等你娘两个搞不了呀？看样别急，我他等这送送，等这去先送了三百多块钱，看样吃就买不起，用过来是。你的天这边给你下不掉的比军天崩过一点。啊你今天你没上啊你突然的比军天下的开始上啊你这几个拿了来啊没上也在路下吧一样啊突然这边在的这是路下比名啊提拿了来啊代表的出了双倍给龙就是行在那找出来说吧他啥叫做东西行其实路不一样他龙就的迷路啊龙就迷年吧这里抢着我认识当然呢心里他给区别的心绿血带的有了钱哎呢年啊的罪呀也不年生了也不松哎，你没来下雨，今天雨不那样。工农上路没穷呢，工农年吧，土生的过年那么着。今天这个土生的爸爸，土生的卷的再爽一米呢。今天新旧的偏掉嘛呢，新旧的没偏没顶多。那让新他们这碰了就啊个，见了就啊个应该啊。今天一米六三的卷在那点呢。你土钱的话，你怎么钱都比捐点不管用。哦，那别的团太大了，但呢，去年别搞了呀，改建啊，没准备敲的，捐数不得啊，今天就人多，什么什么就说说给省了，卡拉卡什么的，还扩散了几了呀，那得了呀，年不旺，提多少的。俺那儿干出来的，天了卡带家的，俺是上东吧，应该。这干的这些山，当不，你卡不不得有年不得干的是哪？一旦那哇，要不带去，年过应该。但俺那，俺们这个要不年，省给天了呀，这，那我家人都买东西，省天了呀，带去年过应该。这你卡不不得有捐的年不应该。真的，
那十六的为军人帮到他的第一年不还点我的是呢刚退别团大同志一人马借不起胜了下午的人数这里就这个这个呢七节哇努作为年大多那下周的七节哇第十个过十个南山这南面扛送不得了那是接头的接不起通的通过一些接头接不起直接拿了呀压的压的那什么的这要是他告诉了他是差的压的이내야야참서지딘나는꽤참시기에죽어말해껌들이야이래숨사야돼에샘단조샘단냠도랑샘단냠도당화돼야냠도여바치에구요래띠구요베인류사네인지미지지에샘이래숨로런지들이제구요래마도그뒤이네아니지딥지기젠로두고말라아니내가두두산에지집나는땅으로용구말해그래너야대지지집나는집에서지금미편봐대지하대야무시당도디띵도아니일송로는지네안다랑게샘담로네그네지빵랑제교회에내가너무충분히나텔라야빵랑커도커도제시해봐나들이지고라래나드네너독신더위기견봉하시하래야귤농타버지고라래귤농남버타버귤농주마다타버들이지고라래도순다맞아버지고나드네너대대위다개개너위견순디외순텔레년보동당댄당휴차래다들은님부터배고수견통부터뒤질래과래라베라스텔레니버데갈라텔레숨버데갈라드림주산에오마오마짐시짐시마다고마고마짐시짐시산나도오마오마짐시짐시산나도다디에드림주산에갈라카바인주산에아주수수강투투남보는자식야담사지갈라카바사래네수수강투투女婿的帮过来的拉美的送过他们去生了心啊落了心啊刚才好下来啊落了心别的七个人的你的妈都没被那样大地的你七个房都一来送你两年七个人两百天地之前为呢啊，偏远的国家全部下来了。唐伯去年北搞我祖人对呢，啊，这里年养不起年呢，生了马几百的七个人啊，年北天地的偏把差不多啊，天地的牛把差不多，我都不管了，开心不来。今年去年北搞里呢，年过七十七十的时候了呀，但你我呢，今年个嘛嘞？你告诉我的什么新国度什么的听这个大家呈现的呢是不是借不了钱呢对了开心不及的早晨不及的等你大移动完了不及等你这个错完了不及对呢一个送国月饼呢那却送去却去听全场的建立呢新大了呀安利呀신단에계셔야당지가르쳐줘딘데게넘긴거와도말아마치내일야다다리딘데딘데숭숭한년바로딘데지지가르쳐줘야친당들때문에양은양은양도배리콜릭세모로양은양도제대체네딘데계시제바로딘데이나야지수수기에지가르쳐줘야최래남양도여비밑에줄이야계셔지这届，这年三年养家了，他说就数据学会高了，俺们提顶多养家三百多岁，三年。
Tene, ta nima jem, tene ribeshin, ta nima tangbul de sonsu, nima nival de sonsu sambar, ta neji yane yando karshure ji majeba, tensu tangan, yane yando de chevina, and go com dry aris, lonazia, com dry, log dry aris. Tene zawana majebala, no I use mare.다들 네 진짜 위교한 사람들이야. 다 저거의 그런 창조기 있음. 양압에 세다라디 계심이 있으래. 다 대인도 퉁기 누시에 주 땜베이네야. 되네 네 주마지야 네 두진도 위기 교한 케이알레야 편도 친구시라 그래서 제자 시험리야 되네 퉁기 누시에 주 땜바사디 지 肉质属于大家来啊他们让了那么多的东西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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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了
花几大七大的，东岸的什么单位呢？那这地主，那些长了，买不起，那是七十啊，东岸七十的，花几大七大的，那是东岸的差的啊，那是。等你去湖北的，苏阿这边拿了来啊，那个，但那个弄，搞的弄的七八百斤。두번째남바시시에네대주기다규텔레아증외규시다내외규니순거아래증외규대녀모두순대내게증외규왕다가다라내게베싸와루내규싸와마콩투세르부디폭투세르부디你们读书的人去的，别个说话的没学过，哪么的你说过啊？今天女生呢，面当，三当，叫他们提出个那个，还是绿衣男，那个绿衣男叫不干出来这个，今天拿上宿舍的，叫不前面那样，那个早晚的马上就把都。지시도그라내게독자로디두루로디하디여위미래드레인듀산에내지쌍바안쪽에와있나내게진위교녀모도순대매주야오챈텔레텔레가수래쌍바지로토베중앙입니다내롱지백인뉴버설에영수타와지영구야하지제가가당공화지역에송주에나수두매매내바터두매매쇠마스드네주타매베내나라타매지딘베게내지명다자와나자수세게내로드네지대시비네야로카시마체로카시나로라나그레야나간다라지시위내거라시사는딱뭐시나시다쥐쇠나쇠다쥐이내야다당아주코와지체다내디코와토마매바네데네지타민매바사말타투보매바데네지기바도데네가주에유미제바시나시다매쥐쇠나쇠다매쥐아데네기베나사유인징라타라차과데네지기나네여바임바레스다들네니버디최마와멤버더비두시최년바보들이야베멤버더와 MG 하지더비두시게고요래스와들네주다러니에순두메베내바대더비차려아래스코아지치라내다동해기나순두메베내바대더비차려아래덴드비내바대레내텔레타로에게가수에
대멤버지제디야가르멤버드네지에개회신이감바드체주사네대기배일을쪼아다가와침부기에네대기거숭지룹세란다안도다대기이제가하나와담배쉬기가하나와대다탐지네아주가신쪼신도에아루그웨이다드네숨바쉬레맨더비두시공고에브레스다냠수란시쉬디멤버상황좀좀미쳐봐멤버대기따라리야지에가수로다에다매주매사이나래다네텔라소비다매주그리스체고비네야매주시아티주이침류매야나르야매야다들리지가수기에주비아디개심심차디에비인주사대난신기담배쉐냠술레발라주연거비말해지어야다디기에저디대전참샤다드니디쇠제프로싱주차지요래디제레야종사회제레야은가상크니주로가시기아는가지겸주기동바드레지자로지지제숭무도레인주산의양종사회제레야겸주동바지제교수님이괜히인가봐봐자괜히키바포모아지경주동바신뢰여가되죠교수님이괜히인가동바지피하기매주쇼이오다음고주라이요즈베라나다들네요去去了这里面的有有些下午的是啊这个我的我的学生都是他这里啊这里是不是你错人都是你错人都是啥的你那天娘说了吗看别去了呀对年龄一过呢两年下对但年初有这些东西没得大体搞的是呢本来是年差不多的这个哪里有没有名呢这里啊但是没你的你们还是你们还是得没骗吧但是내마수이봐도맨대응을받는시냠내차지차니내리니제바진짜미팬바미쇼바라메때베랑도록이내가들들이야주유의균신도균세매바냠내제거에다드네나바디去七八步，那那么几位新人，进来啊，真的，他说的，这个提醒习惯呐，当然先给陈主任吧，怕我，太大的，他说的自己，送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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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
各种节点的会不会结果为什么大家们主播确实去了人都那边就是啥的这位等于面积不送不能先给他东岸的军中查拉的那么绿吧能叫把这位切都坦白确实面积的也看不出被鱼人都念了这么容易吧等这个过年这深圳的第一档三个电报的母亲他是接不来啊今天这个是啊就接这档对了早晚清不自己为什么的对那位他得到一个女性主播的但却你别告诉你啊那个是说说了别加起来了但呢给我新年给新年的别告他得到一个去切别告诉你啊安提告诉你啊告诉你去别给那给我新年的这位女性主播的各位来了天主你看谁别告诉你啊告诉你去别给的女性主播女性女性主播电视各位的但呢天主你看谁别告诉你啊人你天主动了天主去世动给你一别差呢你不得女性高天主这天月天月吧切特别当啊对没给我新年的了面不得允许工对呢天主的确过谢谢给天主的确过不让了没了没你的确过这是确过应我但多呢就去年被给军落了呀你那里没对不起没被你就散了第一个他他说那个给你那个捐送推荐这些出电视啊的娘的娘的这唐伯公们那么去千年恰为各部切为弄过来啊娘的娘的第二那部钱的送给我的送给我军舰啊开不起来年电视我能信那娘的娘的送给我的各位军舰这是土地啊的这里就是呢当年上面的能就得钱的月那是去千年上的马赛呗在那拉着几个拿到了六种设备都是一样的达到广东区别的是给烟的吞烟给烟帮助吞烟主持的大概的年卡的设备呢天天偏头用户的生活多了现在这个拿到了六种设备都是呢这个提醒的当然先给这个看到这一套里面的啊你这边给大家的这年报表最新的年数你还好呢这确认几天看了样很多钱不也不记得该钱不应得不记家里都是不远啊这里的结束大江之东北之桥啦大江之东北之桥啦那里说过多少呢大家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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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给能去这教训抓的将军懂不了开发的钱呢你这里是什么时候教训抓是就啥呢那得了是这工作了呀可能变得这都是这大部分呢这年卡的不得了特别够了呀那三个钱那么钱是这真的这个这浪漫了就是多少都真的精明呢就是送我怎么的马多呗江浙东北城里啊下边可能好的江浙东北城里就是送我怎么的没人吧真的呗江浙送开脸唐家的车子这其实错也怕陈述你不怕的没当年吧真的给但开脸唐家但这吧这个月是来生的
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本会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佛陀的正法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除了推广点灯供灯，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念善缘，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功德会主要以推广点灯供灯，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成立至今，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供点36,767,314盏。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供18,032,2215杯。希望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善行与善德，普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真理、平等无争的光明。此外，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炬的优秀僧伽青年，本会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无论南传、汉传、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同时，在社福方面，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童的就学基金及生活资助，以及海外急难救助，如2015年的尼泊尔赈灾，本会皆积极投入救援，让慈悲的信念无远弗届地触及全世界。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户生活，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免费供应饮食，爱心素食免费便当，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0年4月30日中午止，海内外免费结缘173,3488份便当，宣导吃素的意义，传扬人间慈爱温暖。此外，还有辅导街友就业，重新适应社会。近年来，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老弱病苦关怀，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担任志工服务。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1889场。八戒离欲求出离，末法慈悲方便门，众等发心求境界，种植出世解脱种。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暨药师经祈福法会，恭请上果下慈法师传授及圆通寺僧团领动。日期10月2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30开始，下午攻读药师经暨佛法开示，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039898686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药师宝忏除罪障，放生福寿广增延。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暨佛前大供护身祈福法会，恭请上广下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群共同领众。日期11月12日星期五，时间上午8:30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039898686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法一切的就靠你的心力。这个我们讲华严经，华严经根本是那个乃至于成佛就从你最初信，信是一切根本。我们四宗弟子现在是能不能师兄道友检查检查自己的信心，不要自己很满足，我对佛信的，我都是出家好的，我出家现在快80年了，不行的呀，力量不够。什么叫算有信力？有几种，一种者觉知前面起乐，不让他相续，第二念绝不来，这是念有信力了。一看见这个事儿，伤害众生的事儿，我绝对不做。伤害众生的话不说，与众生没利益的事情心里不想，所想的全是利益众生事情，这才算是信位的菩萨。等这个我们能知道，我们觉得前面不对，觉得前起呢，绝不让他后面相知，第二念绝对知道，这有信心了，有信力了。有信力能达到什么呢？进入菩提心不退。菩提心，我们恐怕这个可能大家都学过菩提道次第。你要学这个，你得记住，必须记住三心。三心啊，这三心都记住了，那就是菩提心。一个心，第一个心就是愿力，你对这个世界上一点贪恋都没有，愿力它。那么第二个心，自己愿力不行，得让别人我所能得到利益，让一众生都得到，叫大悲心。光有愿力心没大悲心不行啊，光求自己求难乐，不为他人求幸福，这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学都是大乘教义，一定要跟众生同体的。但是你大悲心不能跟耐见，跟我亲的跟我好的那我帮他，跟我不好的乃至我冤家就不行，那不是大悲心吗？大悲心都有智慧，般若心啊，一般的我们讲般若不把它反，不反智慧，为什么？因为我们智慧把它怕容易混淆世间小聪明，那不叫智慧，所以他就说般若，般若是完全的智慧。说大悲心有智慧有分别的，智慧就是照亮的意思啊。说你要没有这三种心距离都成熟，你这菩提心发不起来。我们经常说发菩提心呢，利益众生呢，发不出来的。说这种修行呢，修这种的起心，修行的时候呢，你经常就锻炼，在你一起心动念，你分析它，我这个心是贪恋世间吗？是处理世间吗？这个我想每个道友都会知道吗？说这念不好，这念不好，是世间想。你这处理心强了，对世间不论是任何境界下你没贪恋，再进一步自己没贪恋了，帮助别人让大家都没贪恋，都不恋于世间，那你这个心就很普遍，就是帮助别人的大悲心。这两种都得先有智慧，没有智慧你能做得到吗？不贪恋，我们在公造的时候两同学的在地里犁地，一个管子一个磨子，那个前头那个犁地那个师兄啊，看见磨那个犁地时候土里头一块金子，你看都没看，照常往前犁地，锄地的时候
反正是那么就拿起来，等我看得见，拿起来看一看，看看是师兄妹妹，就不敢拿，就放下来，跟神医生。而后到国家驻事的做事的时候，一个有贪念，有贪污，一个绝对没贪污。这从小看大的时候，说我们最初发心修佛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坚强了，不绝不贪恋世界。这种修行呢，就是你平常的，你找任何事都锻炼你的心，锻炼你的心，不为自己，敬畏他人，这是大菩萨心。乃至于我为我自己，我自己不贪恋就行了，别人我管不到，管不了，我自己不受苦难就好了，我管他别人干什么，管不到那么远。所以我们在教义上分成大乘小乘，就在这一点点分别，说他遇见每一事都想到别人，不是管为自己。说用什么东西是，说我把这东西占用完了，连别人还用不用？我说我们到洗手干，你把洗手干你进去，你走了一步，你走了一步打着人，第二个人叫谁见洗手干呢？这一点点小意思都含着你的菩萨心。吃饭穿衣饿屎撒尿，我大家要读过华严经的净后品就知道了，他一举一面的，第一面当人众生，第二面我进厕所的时候弃贪嗔痴捐出这法。在佛教很多的这个佛诸佛菩萨教授我们的呀，这个方法，修道的方法，我们不用啊，不用。说我再用，我再念阿弥陀佛，再想。其实你一举一动的，都在行菩萨道。你一举一动，你心里只有一作意，都在行菩萨道，都在为自他。这叫什么？文殊师利说叫什么？善用其心。自首菩萨问文殊师利菩萨：如何一切众生从凡夫地能到成佛？如何断烦恼？如何证菩提？如何得大智慧？文殊菩萨总的说，跟他说，跟自首菩萨说：善用其心。一众生把他心弄好，他在一举一动。第一念一起，第二念一是当人众生，第三念才说那个事情。大家念念的，这都是修行的方法。不是说念个咒，念个咒，不说多了吗？叫嗡啊哄，啥意思啊？神口意，嗡啊哄分就是我神口意。那你这个身口意常时在众生身上，没想到自己，这是大菩萨了，是把我们自己的身口意变成诸佛身口意，跟佛的身口意一样。那这是总说了，在这个要能达到这种目的，那你修行的方法呀，八万四千法门都能够达到，但是看你以前你自己能知道，咱们自己选择的时候修行法门的时候，你一修非常得力，你一修不得力，那就是许是没修过，修得很得力很喜欢，别放弃，别跳，就按着一个道走，一直走到底，这个道就是菩提道。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再念一次，特别我们现在是在美国波士顿的市中心哦，啊，而且我们今天跑了所有的坟墓，各位养成一个习惯，比如说我去那个坟墓一次啊，我在任何地方都会想到它，所以现在有手机很方便啊，拍个相片下来啊，你只要意念几次，永远你就背下来了。比如说这一次我到波士顿来，那我永远会把它放在心里。然后每次在施食啊做功德就会回向这边，就像蚂蚁，蚂蚁就有这个天生的记忆力。蚂蚁佛经说，你现在这个时间7:48:05，给他布施一点糖，他每一年的这个时间7:00几秒，就他就在那边等你。连蚂蚁都如此了，
那所以我们修慈悲心也一样，你去过的地方，你面对过的人，都做过你的父母，都做过你最亲的人，不然你看不到他。但是你的功德啊，就要开始一直意念着他们，这个叫空性。什么叫空性？来，跟万事万物、所有众生产生连结，就连在一起了啊，生生世世连在一起了。那特别你要成佛，你要有意念这个能力。为什么？像我又回到波士顿，又见到各位这几位，就这几位而已。你不是我妈妈是谁啊？所以哦，都是我们最亲的人，就希望来回来报恩的。所以当然无形的众生更多啊。所以各位，你要打开你的脑筋，就是说你意念的众生越多，你的悲心越强。你同样念一句 Om Mani Padme Hum， 你回向的是一亿个众生这样了。所以你要意念的越多，然后你生生世世把所有众生都意念到你心里面，它自然的原理啊，就像卫星它不用有记忆，反正有卫星的地方就会跟手机连接。好，给我念一下，来，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布施甘露，供养众生。那么沙瓦达那耶多瓦罗智帝唵三不奈三不奈吽，那么沙瓦达那耶多瓦罗智帝唵三不奈三不奈吽。念第三遍，各位不用念，观想，魂木啊，家乡啊，我用魂木做代表，只是说你比较容易慈悲心啊。事实上，所有友情，包括天道，念辨识咒不是光布施给鬼道，是天道。他们有天上的甘露，但是他们更希望佛法的甘露啊，所以有时候会念比较多遍。来，第三遍各位就观想，来，那么沙瓦达那耶多瓦罗智帝吽三不奈三不奈吽，甘露水。来，各位把瓶子再打开啊，我们要点七滴水啦，希望大家再次慈悲啊，昨天做，今天做，明天做啊，我离开了你们天天做好不好啊，养成习惯。来，七滴水，来，那么娑罗波耶达那耶多耶达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那么娑罗波耶达那耶多耶达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那么娑罗波耶达那耶多耶达智他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然后再七滴不是药，因为现在念药师咒，它就变药了。来，对啊，他唵贝堪遮贝堪遮玛哈贝堪遮朗扎萨摩嘎德娑哈，对啊，他唵贝堪遮贝堪遮玛哈贝堪遮朗扎萨摩嘎德娑哈，对啊，他唵贝堪遮贝堪遮玛哈贝堪遮朗扎萨摩嘎德娑哈，安耶耶朗萨摩哇哇兹来吽，安耶耶朗，第三个，安耶耶朗萨摩哇。瓦子来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好，所有的一切都回归慈悲心，愿六道众生都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唵嘛呢叭咪吽啊！所以佛陀说，你念一次唵嘛呢叭咪吽，这个地球下了12年的雨，雨滴有几滴，佛陀算得出来。但是你念一次唵嘛呢叭咪吽，佛陀说他超过这个还算不出来啊！只要你用慈悲心去念，而不是光唵嘛呢叭咪吽，是所有的名号啊、咒语啊、功德啊，各位都要多念。所以刚刚我进来百货公司啊，居士慈悲啊，佛师傅，你去楼上贵宾室，贵宾室最好叫我去地下室地狱的地方啊。因为我要念了，我跑到外面就在念，人那么多，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因为外面那么多来来去去的亲人，他们正在 shopping 啊，所以我要去跟他看一眼。我来了，我坐在那边给他看一眼，多浪费啊啊！所以他不看我，我看他没关系，结个缘嘛啊！所以要想尽办法。所以当然，那心里就念了唵嘛呢叭咪吽啊。甚至那边在演电视，连电视看的人我都跟他结缘了。所以啊，保持这个心念
这个叫密续，我们密密什么叫密，就连续不断的意思了，连续不断的不离开空性，连续不断的不离开慈悲心，连续不断的不离开菩提心，那就这个意思。就像各位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不间断的爱众生、我不间断的希望众生脱离轮回，往生净土，将来成佛，你要加入这个念头，所以我不想让它间断掉。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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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习惯了。那这个要养成习惯，习惯可以养成的，就像各位我们年轻打三天三夜的麻将，眼睛闭起来什么都变麻将啊，就是咔咔都是麻将的样子，有三天就 OK 了，脑筋里面永远都是麻将了啊。所以一样啊，就像我年轻很喜欢钓鱼，所以我到现在只要看到人家钓鱼我都还会兴奋的啊，因为那种钓鱼的那种哇哇哇浮标沉下去喂这样，那我那是那个时候是不慈悲的。那现在我已经转念头了，只要他们在钓鱼，我都希望所有被钓的鱼都可以升天，也变成一种力量，但是我必须了解他的苦。所以只要看到人家钓鱼就生起悲心，你会一直帮他念。但是事实上这个世界永远都有人在钓鱼，永远都有人在生病，特别是地狱道，念一下无间地狱。什么叫无间地狱？没有停止，没有间断，没有休息的痛苦，八万大劫没有办法形容啊！没有这个八万大劫，代表没有办法形容的痛苦。我们痛苦五分钟就受不了了，他们那种不间断的痛苦，无间断的叫无间地狱啊！杀死爸爸妈妈，毁谤三宝，就会下无间地狱。所以各位你要意念这个，所以我们不忍心享受，不忍心自己快乐。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我说师父你们干嘛出家不能享受啊，师父你在家应该也看起来头脑不错不错，也会玩也会赚钱。是啊是啊，以前做坏事现在只做好事，因为以前的坏事就成为我做好事的动力，了解吗？因为不做好事就下地狱，做好事就升天往生净土，你自己挑吧啊！所以我想各位以前再坏都没关系，这个坏就成为你努力的动力了。莲花都长在臭泥巴里面，我们就是做过很多坏事会下地狱，所以我们现在呢不敢做了，我们往前面。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动力你就不会认真，因为特别讲说要成佛。所以佛教有一句话，他说了，来念一下：为爱你的人，打开我执的牢门。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既然爱你的父母，爱你众生，如果你还有我执被关起来，你就没办法爱他，没办法度他。就像刚刚讲的，被关在监狱的人怎么度外面的父母了？所以菩萨为了要利益众生，为了要慈悲众生，就像各位你有家庭，为了爱你的家人，那你就不要再想自己被伤害了，你永远要想对方，这样就好了啊。今天你先生晚上没回来吃饭，你生气干嘛？生气他已经外面吃饱了，你还生气干嘛？而且吃的比你家还好。但是你生气是因为你想到我煮这么辛苦煮这个饭菜，你居然在外面吃，那还是我执吗？那你不但度不了他，你还让对方更讨厌你，因为你那么生气，我回家就是希望快乐，那我不要回来好了，外面多温暖啊！啊，所以各位你要做一个不会让别人讨厌你的人，这个我执就会让你生气，我被伤害了，我需要，这我执表现出来就是贪心嘛，嗔心嘛，嫉妒嘛，啊，傲慢嘛，怀疑啊，邪见，那就讲了种种烦恼。所以为了要帮助众生，所以我不能起贪嗔痴。就像各位就说我们要度恶鬼道，如果你去想恶鬼道很可怜，这个时候我连生气都不敢生气，我这个时候肚子痛我也不管，我就赶快嗡上不来上不来嗡啊哄，那时候你很认真，因为他很痛苦。我讲就像一个妈妈，
年轻的时候很爱漂亮啊，身材很好，但是为了生小孩，我要吃胖一点，他才会肥，他才会营养。啊，为了生小孩，我都可以不化妆，只要小孩好。佛教就讲这个意思。当你真心慈悲要帮助对方，你就会忘了自己的执着。啊，这些你都可以放下了。当你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平常叫你跪，跪在那边念五分钟，你都会受不了。但是你妈妈在病的要死，你跪一个钟头都不觉得痛。为什么？为了慈悲，你就不会在乎自己的痛。这一点各位多练习啊，这个是放在一起的，慈悲与空性是在一起的。那最快的方法是慈悲，你就很容易消除我执。所以为了要慈悲成佛帮助众生，那你一定会尽量的持戒控制自己。那个时候你去研究金刚经啊，你去证空性就很容易。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要证空性啊，这样我才会比别人厉害啊，如何如何啊，你看我修了大圆满，那个时候你还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用慈悲心。所以念一下，众生太苦，各位这一点要去思维。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我觉得了，老实说了，各位搬到美国来，特别是都市里面啊，你要去修慈悲心很困难啊，因为找不到慈悲的对象啊。所以就有人问过我说，师父，为什么大陆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外面这么多人在吃活海鲜啊，吃鱼啊？那就是观音菩萨示现了，你到普陀山就看到那些鱼很可怜，你就会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会示现在有苦难最苦的地方。所以我想各位到美国，你要去想美国的鬼可不可怜，没人喂啊啊！所以那美国的种种看表象是不错，但是你连拿个食物要去红木区都会被管理员骂，对不对？所以点个香也会被管理员追啊，像我们今天点完赶快跑上车啊。所以因为这个叫边地很难，所以你会觉得哇好可怜好可怜，所以你要去意念众生苦。这边大家喜欢吃汉堡喜欢吃肉，哎呀好可怜。所以各位要养，为了修慈悲心，各位要养成习惯，念下来，思维众生苦。对对对，你的儿子他明明做得很坏，你为什么还爱他？你公司的职员稍微做一点不好，你就把他开除掉，为什么差那么多？因为你的小孩子，你是从小把他捏到大的，对不对？还没有生出来，你已经爱上他了，甚至生下来以后他去学校你都还在爱他嘞，他去学校你要等他回来，我、哦、一直等一直想，因为你已经对他升起这个不会退转的慈悲心。这佛经说妈妈100岁还在烦恼了80岁的儿子，妈妈没想到自己要死了，在想儿子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培养慈悲心的意思。所以培养慈悲心，各位一定要把，比如说有人跟我说，师父我看到蛇会怕，我说你对蛇不慈悲不行，你要养一只，不然呢贴一张相片天天看它，对它念久你就会爱上它啊。所以我很多居士说，哎呦师父我最讨厌狗，他对我很好很护持我，师父我最讨厌狗，我最喜欢这种人，我就会送给他一只师父的狗，因为你对我很好吗、啊、对不起我要出国了，我这只狗你帮我养啊，回来我找你，到现在没有失败过，回来跟他要不还给我了，他已经爱上他了，因为师父的狗送给他一定是做过他儿子，不然他拿不到这只狗了。然后他狗死了一直哭啊，我以为他爸爸死了，然后呢没关系没关系，我再拿一只给你继续养，反正我们流浪狗多的是找不到主人。所以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他讨厌狗有他的特殊理由，事实上他是念下来，最爱的会变成最恨，最恨的会变成最爱，这就是佛教。你这辈子最爱的事实上是你最恨的人，因为你欠他的，这你要想清楚，你欠他的，
你上辈子把你的最好的男朋友给甩掉了，最好的女朋友给甩掉了，很简单，下辈子他就做你最最大的女儿或最大的儿子，让你爱他一辈子，因为你欠他感情啊。所以这个人最恨狗，他既然讲出来，我都知道他是最爱狗的。只要他开始培养，他会比别人爱得发疯了。那同样的，各位，你要培养这个慈悲心，首先你要培养这个，念一下平等心。平等心，你过去不关心的，你要多回向给他。来，法会功德，回向美国境内所有黑人同胞啊，所有贫穷人啊，所有非洲的人。嗡啊吽啊，各位，你一定要培养，你修行，你不要说哦，我喜欢白人啊，我喜欢纽约，我不喜欢去住在非洲，那这就不平等了。那你既然要修平等心，那你要开始对这些你过去不关心的甚至讨厌的一直培养它。所以我以前很怕狗，结果我现在呢很喜欢狗，只是狗还我还是会怕它咬我，但是心里我就一直想要去摸它啊。那你要开始培养，我以前很怕蛇，因为我杀过蛇，但是现在呢，我只要想到那个蛇那个样子，我们经常也在救，哇，它实在是很美哦啊。特别它从笼子放出来回到大自然，那种你没办法想的快乐。所以现在有网络真好，他们去救很多生命的时候，我都请来你拍个片子给我，因为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救各种的野生生命，然后请他们拍个录影带给我，我就看着啊，就像很心里啊，就像一个老妈妈就看儿子一样啊，那种快乐，然后一直祝福他啊，希望他更快乐。那我这样说，我是希望各位多培养一个慈悲心。我发觉现在网络上最受欢迎的骗子就是人家怎么救狗了，对不对？人家怎么救那只马的？人家怎么去救一个可怜的小孩？这最受欢迎的。像我们这个一直在那嘴嘴嘴嘴嘴巴一直讲了，不受欢迎了啊！所以我很喜欢自己也跑去救，虽然没办法参与。所以现在我们在英国啊，很多地方他们在帮我们做那个烟供。老实说，各位，你在美国，你要在哪里烧，有时候不方便，没关系，你只要打个电话给我们法师啊、居士，我们就帮你。师傅，帮我买一包饼干，这个买一包放下去，我们就帮你买，2块钱美金，然后烧给你看，影片传给你，让你法喜充满，这样就好了，所以我随时到晚上我比较忙。每个地方的都会传给我，我会加一个请师父加持，我还不能 不加持嘞。请师父观想，那我就我就念一遍。美国的英国的纽卡索在做，英国的爱丁堡在做，英国伦敦在做，然后呢世界各地法国的巴黎在做，我就会一直观想。所以我每天要修很多遍的烟供慈悲，修很多遍的放生。我们有云南天天放生团，朝阳天天放生团，广州天天放生团，而且台湾，光台湾马来西亚就有很多很多不断的在不间断的在点灯啊、放生啊、烟供啊、老人关怀啊、施舍，所以我们有各个协会。所以讲到这边，我希望我们波士顿啊，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各位啊，各自分配任务好不好啊？你负责老人关怀，你负责游民关怀，你负责施舍，你负责海鸥，你负责什么？每个人都捡一点点工作，哪怕你每天七颗米都无所谓啊，你一个人在做就会影响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另外，然后你就变成一个主，那就算我们没办法到现场，老人关怀或是临命中关怀，但是知道我们今天共修来回向给他们。来帮助他们，特别美国有韩国人，有日本人，有华人，有黑人，有白人，现在还有很多中东的人，包括墨西哥的人，各位你都关心他们我们美国大多数都有唐人街，那你要关心所有我们汉人，唐人街都有开荤食餐厅，所以
我们在想说唐人街有没有素食餐厅啊？啊，最好有。然后呢，那荤食餐厅你也要关心啊，那些被杀的动物。只是希望因为一个人能做的有限，那大家互相结合，这个叫协会。所以我们在波士顿，我们新城，我们想要办一个协会。我们办协会不是要各位的钱，你讲慈悲才是财富啊！就像这些湖牧区，那各位，你车子每天要经过两个湖牧区，那你说啊，师傅你们去念过就好了。佛经不是这样写，只要有湖牧的地方，就会聚集很有一种鬼，36部鬼，有一种鬼叫蒙种鬼，他们就天天跑到湖牧区等着人家去布施食物。啊，所以某种鬼，你只要不管怎么超度，那些魂木每一个都超度完了，但是某种鬼就一直过来，他们只能在魂木区那边等。只要有人在魂木区布施一朵花，他可以吸它的味道；布施一个水，他可以吃；布施一块面包，他可以吃。其他地方他都不能吃。啊，只要有厕所，所以我教各位一个习惯：从今天上厕所，身上带3颗米。干嘛？先把3颗米嗡啊嗡放在那个马桶里面，然后把它冲掉。为什么？大小阴鬼36部之中的一种鬼，它只能吸人类的大便或鸟的味道，或是尿的味道，它只能吸这个味道，其他它都不能吃。但是如果有人在针对马桶给它放一点点小面包，一点点，所以我每次洗筷子啊。洗碗，如果我自己就弄一点点那个水，就给它倒在马桶里面，嗡啊哄，大小阴众生皆享甘露，让他吃一次不是大便味道的东西啊。然后透过一个马桶通所有的大小阴鬼，希望他们离苦啊，嗡啊哄。但是各位，你放下去先浪费一次水没关系，把它冲掉，能让他们享受。那各位，那你上厕所快不快乐？因为你修了很强烈的悲心，当然你排出来的，你还可以继续念嗡阿比扎阿黑勒别说话，嗡阿木扎阿黑勒阿黑勒别说话，就是说这是大便小便都变成甘露，也是可以讲。如果你不会念，就是嗡阿哄啊。所以各位，你在洗盘子嗡乌兹扎阿黑勒别说话，就是说洗盘子、筷子都有渣，这个也都可以变成食物。那我知道各位这些咒不会念，但是偶尔你至少会念，再念一次嗡啊哄，然后冲出去的时候嗡嘛呢呗咪哄，希望他你脱离六道往生净土，就这么简单。特别各位，你在煮饭菜啊，那个香味可以拿来布施，所以每一间素食店我都想要去吃。为什么？特别是素的，然后它的烟囱在哪里，如果我们挂得到，就会给他挂个咒语在上面啊。那个每天他们主事那个烟囱啊，一排出去那就是大烟供。所以那我会在那边观想以后，希望事实上是这样。比如说一盆水，你的悲心有几分，那个水就可以维持几天的甘露，7天、49天、7年、49年，看你的悲心啊。你是初地菩萨，那个水可以维持49年；你是二地菩萨，在49乘以49，你是8地菩萨，那永远都是甘露。你只要念过的地方，那各位了解如此以后，当然为了要帮助众生，所以你要消除我执，不然你的悲心就不够强。所以我刚刚特别请格西先念3遍大悲咒，3遍。消除业障的百字明咒，那我们法会再开始啊。那当然这里面你要培养多几次悲心，所以刚刚我们去超市，我一定要去，哇，超市这么多东西啊，给他嗡啊嗡嗡啊嗡，希望买到东西的都吃到甘露，不管他们要吃什么啊，那些东西是肉做的，现场又新鲜，先给他超度，让买的人不会造恶业，让那些动物也得到超度。所以各位，整个大超市各位都要去念一遍哦。啊，衣服你也要去念，念一下嗡普隆梭哈。经典说所有的衣服你念一遍尊胜佛母咒嗡中梭哈7遍，那
那这些衣服是任何人穿的，等于穿了佛的衣服这样啊。而且念过这个咒的衣服有什么好处？男人没有外遇，你看多重要啊！那你要去给他念一念啊，衣服、车子、脚踏车，看到房子，到市区房子那么多，念一个咒来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大宝广博楼阁灭罪咒，这什么意思？他只要进入这个房子。五方佛在那边加持他，消除他贪嗔痴慢疑所造的恶业，让他直接将来进入净土。现在不堕落，享受福报，将来往生净土。Om Mani Padme Hum， 啊，所有房子都变成灭除罪业，进入净土。那各位，你现在听我讲，你背不下来没有关系。Om 阿訇，为什么？慈悲才是咒语，了解吗？因为你现在听我讲讲哦，原来房子可以这样啊！像我们有眼睛也是一样，你有眼睛看到对方，念一下 Om Mani Padme Hum， 或是 Om 众寿哈，那这个你眼睛看到对方，对方的罪业消除掉。所以我坐飞机我很少睡觉，坐飞机飞最高啊！当它飞到最高的时候，看下去的所有的大地，我就会一直念。尊胜佛母咒灭罪咒，你不会念没关系，反正你就念 Om Mani Padme Hum。重点是慈悲心啊！而且各位你要多点灯，像我这个眼睛里面有将近3000万盏灯，光这一辈子的力量在我眼睛里面啊！那你这个眼睛看对方，就把这个供灯的功德给他，看经典的功德给他，所以你要利用你的眼睛。去修行，利用你的耳朵去修行。那你要让你的眼睛、眼、耳、鼻、舌、身、意产生功德，首先你要净化它。故空中无眼、耳、鼻、舌、身、意，你必须用智慧消除你六根的这种污染。然后呢，再把六根变成一种力量。你讲南无自具如来，就是说你的声音，别人听到了可以灭罪业。你的声音。所以各位要修到你的头发可以利益众生，你的指甲可以利益众生，所以你要把你的身口意嗡阿訇，所以我为什么教各位念嗡阿訇，就是圆满的身口意去利益众生。如果你不会念很多咒语，但是如果你愿意学，所以那是个很慈悲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需要这些。当然我也希望各位发个愿，愿我来世出生在佛教家庭，从小就出家学习，跟他们学习所有利益众生的方法，跟所有国家的语言文化。我在美国认识一位法师，我每次他会讲九国的语言，九个国家，所以他九个国家畅通啊，他可以跟对方讲得很好。所以这个语言天分，当然成佛以后就不用翻译了，还不用麦克风了。成佛以后佛讲什么，这边有100个国家，每个人都知道佛在讲什么。而且佛在讲的就针对他的心，那佛的话还有什么特点呢？他讲一次你一辈子也忘不掉，这个叫保持正念。为什么佛的时代叫声闻解脱阿罗汉？